方面呢，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乐器呢，叫葫芦丝，还有叫葫芦箫，是乃至一种民间乐器。它也流传于甘肃少数民族中的彝族、景德族、布朗族、佤族、德昂族等几位艺人，它外观古朴，简单易学。那么在里面呢，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唱一曲阿宝的《山歌》，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再说，咱们跳的也没意思。
思啊，要大家感受一下、体验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来，端请先啊，直接上台就可以了啊，把口罩戴好啊，朋友们。来，大家都出来玩的，出来开心的啊，不是出来开会的啊，别那么犹豫啊，也别那么拘束是吧？来，端请先把口罩戴好就可以了啊，直接往舞台的两侧上台阶，来，稍微往这边啊。来往这边，咱们排成两列啊，那边一列，这边一列啊，一次性往前跳就，跳过去就可以了啊。啊，提示一下啊，上台的朋友们，穿高跟鞋的啊，穿高跟鞋的、拖鞋的，一定把鞋子先脱了啊。高跟鞋的、拖鞋的，一定把鞋子先脱了啊，因为您的鞋子不方便跳啊，咱们注意安全第一，不用不用啊。高跟鞋啊，高跟鞋、拖鞋的多就可以了啊。好了，已经上台了几位，咱们现在演员做示范，大家先学一下，先看一下啊。咱们的节奏重档的啊，待会再转上看节奏的，来演员做，走。稍微戴下口罩啊，口罩戴下啊。开开合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跳过去，夹脚夹。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跳过去，对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会了，直接走啊，直接跳就可以了啊！来，演员带啊！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往前跳，开合，开合，开开合，不用走，不用着急啊，不用慌啊，慢慢来，踩好节奏就可以了啊！上台的没戴口罩的，戴一下口罩啊！上台的朋友啊，上台的朋友，没戴口罩的把口罩戴下啊，把口罩戴下啊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往前跳，开合，开合，开开合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往前跳，夹脚，夹脚，夹住你的脚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往前跳，跳舞要跳。要有也像，点一去，点一去，跳过去，点台，点台，跳过去，点台，点台，跳过去，夹脚，夹脚，夹住你的脚，点一下，跳过去，夹脚，夹脚，夹住你的脚，点一去，点一去，往前跳，开合。开开合，点一下点一下，往前跳，跳舞要跳舞钢舞，旅游要有也像，点一句点一句，跳过去，夹脚夹脚夹住你的脚，点一下点一下，跳过去，点一下点一下，跳过去，夹脚夹脚。节奏稍微调快一点啊，大家挑战下快节奏来，朋友们来快节奏的走，夹夹夹你的脚，点下点下往前跳，开合开开开合，没关系啊，夹的脚也没关系啊，夹不疼的啊，只要不踩到足高上面，一定要踩到空一点啊，朋友们，夹夹夹夹你的脚，点下点下往前跳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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